好的时候，然后厂商就看着我，然后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的胸部？然后我就往下看，就是已经露点。哇，哇哇可以现场示范一下吗？冷静，把面具戴上，把面具戴上。重点可怕的是，有网友要出价1个月40000块收购他穿过的裤袜。哦，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样？他到我的无名留言，然后他就说我可以买，就是你穿过的内衣裤或丝袜，然后就1个月给你40000块。那你有答应他吗？这不好，蛮好。我有回他说，我就说那我寄我妈妈的给你可以啊。那也不错，40000块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小杨红到哦，人家会认出他来。对啊，就走在路上，大家都说哦，那个 F 罩杯，不是，他没有跟谁拍的，没有先认胸部才认的吗？因为我是拍有拍网拍，然后其实基本上认出我的都是女生，而且就是拍网拍。OK， 打开你的雷达。你觉得有看过他吗？对，好像有飘过。哎呦，我刚才就要讲，小杰干嘛问敖犬？每天小杰都在看女生的部落。哎呀，他这个应该了落。小杰，你是走狗男人路线吗？也喜欢看。你知道我都是谁电脑看吗？王子，哎，直接从那边连接最快。贾永春真变色啊！哎呀，小杰，你自己造的孽就要赶自己担啊！爱看妹的账户就不要怕别人爆料，不要乱拖别人下水啊！内衣 model 嘛，那他平常怎么保养胸部？哎呦，这题目专业专业。我会就是帮胸部去角质，然后贴膜在什么？你讲的邻居哦，我要再变了。假的。我想问他，就是比如说拍照啊，都一次是几个小时？有些是钻石，对对对，这个其实要看内衣的数量，然后最长是10几个小时。嗯，哦，一场拍下来是10几个小时。嗯，李泉，我想问一个，就是女生那个来的时候，不是会比较肿胀一点，就是会比较大一点，然后就是会特别在那个时间拍摄吗？广告特别在那个就是生理期，生理期的时候如果拍内衣广告会不会比较困扰？就不能拍，就可能要跟厂商延时间。哦，所以真的是不行。哎呦，我感觉他有可能是真的，对啊，真的，我做功课，算尿光很像的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们谢谢一号小安，我这边跟。来，马上把2号米米，23岁，身高170，体重48，三围一哈，32、1、23、34，担任内衣 model 一年。米米也是23岁，哇！怎么样，阿本你挂的感觉是因为你视野太好了？没有这个角度，我罪恶感。一年的时间，哇，真的很漂亮，来跟我们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我是卡口，卡口，是为了卡口是不是？重点小香，他的这个来头不简单哦。哎呦，因为他自己喜欢买。网络上的，然后后来呢？因为怎么样才变成 model 的？就是认识到那个厂商，然后他知道我有在当网拍 model，